床啊！你让我睡十分钟啊！那你这样上班不会迟到吗？不会啊！我起床、化妆、换衣服、吃饭，20分钟。走路到西南站3分钟，转乘高铁到台北总共33分钟，8点以前就可以到高雄。我们还可以再睡15分钟。老婆，你说的好有道理哦。那我也再睡15分钟好了。